圣感恩礼。现在德莱小妹妹会李玛丽会长迎接洪山川总主教。请您为我们祈祷，使我们因得总会院及圣堂的落成和祝圣，更能团结一致，答复使命，为主作证。愿上主的恩宠和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感谢天主。经过大家的努力，德莱小妹妹会总会院心下落成。现在我们会经会院和圣堂剪彩，愿天主祝佑大家善建福传的使命，唤醒众人的心灵，接受上主的福音。剪彩，我们现在恭请贵宾剪彩。请剪彩。兄弟姊妹，我们满怀喜悦聚集在这里，将这座重建落成的总会院奉献给天主。现在李玛丽会长和杜清文小姐将打开圣堂的大门，希望你们善用这座总会院作为天主子民团聚、祈祷、奉献、见证和呼传牧灵的地方。开启大门。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感谢天主，也谢谢大家齐心的合作，建设德莱小妹妹会总会总会院及圣堂。今天的庆典当中，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关心德莱会及筹建本堂的亲友恩人。德莱会奉圣礼小德兰为主保，因此我们愿效法圣礼的爱主热忱，甘心谦小。祈求天主帮助我们活出圣礼小德兰爱主爱人的精神，在生活中散播基督的光与热，吸引更多人归向主。洒圣水礼，总主教向圣堂祭台四壁及在场的参礼者洒圣水，
七位共济神父将跟随修女到各楼层、前后院及地下室洒圣水，祝福并净化我们和这座新会院。请唱第二页。为全体小妹妹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天主为我们预备这个新的家。会主要求小妹妹们要志同道合，共同建立实践征服八端的生活圣愿，养成充满 五主三宗圣训的家风。因此我们努力地将此象征标记放在整个建筑物最明显的地方，也就是你们各位一走进门口就能清楚地看到耶稣对群众宣讲三宗圣训的图像。这幅好美的图画是我们的好朋友国画的戴宝林老师所画的。然后我还要再介绍我们这个圣堂主题。苦相前面是圣女小德兰，圣女小德兰呢，一手接耶稣宝血，一手撒玫瑰花语给世人。圣女小德兰是本会的主宝，所以我们祈求圣女小德兰从耶稣肋旁所接的圣血，经过他的灵修撒的玫瑰花语来分享给我们修会，然后我们分在再经过我们的牧灵工作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